他学了他爸爸重要概念，生命当中他规划了，说我今年32岁我要生小孩，我就是要生小孩，更不用说你们两个大他那么多，生儿子的话就100万红包嘛，啊生女儿就200万。宝仪，我只关心他要不要赶快生小孩而已，其他我都不关心啊。哎，他少女，他少女的时候就跟我一起做节目，我就告诉他人生要规划。你大的重点，女艺人最大的悲伤就是说，糟糕了，我要冻卵了，我要干嘛？小仪应该冻卵了吧？太惨了吧！你真的左右开弓，真的是你曾见证了两个少女的那个彷徨，那个心里面的痛。男艺人呢，我们只要放进去一下下。就好，不可以放轻轻一下下就好。啊，女艺人不一样，她要怀啊，她什么很悲伤，很辛苦。所以你看 ，Sandy， 好嘞，我旁边爸爸，我告诉你哦，你现在开始不准生小孩了。他告诉我这样，我就知道哦，他有可能。但我以为当时我以为他是在说老二，他说 Vivian， 因为女儿已经生了。然后妹妹已经怀孕了，你不能再生小孩，才知道是他的。他学了他爸爸重要概念，生命当中他规划了，说我今年32岁我要生小孩，我就是要生小孩，更不用说你们两个大他那么多。没有，我跟他同年，贤哥，不管同年啊，你同年的，宝仪姐，我真的很佩服你，贤哥，你要不要啦？为什么想你赶快着床嘛？对啊，再不来就不行了啦，不行了，不要耽误了。宝仪姐，你再不着床，他真的要帮忙喽，他要帮忙喽，他带你去小房间。一能见你看了那么多，看着宪哥的眼睛，真心爱你的人就在这里。然后呢？所以然后呢？宪哥要帮忙哦。没有。他的不知道，但二女儿的是生女儿，对，孙女儿，对，生儿子的话就100万红包嘛，啊，生女儿就200万，对，那个关我屁事。可以到核心去生啊，因为核心她产妇在生的时候啊，她旁边会放卡拉翁天雷给她。给对给，他们今天已经给老公给老公多录了一集了，没有没有，宪哥已经是给老公唱歌给他老婆听，卡拉 OK 那一场，舒压舒压，爱拼啊，加油！